你说啥？我喜欢在冰箱里啊。对，我喜欢在冰箱里给你冻起来。是不是很燥热呀？所以想在冰箱里凉。没有，我拿来炼乳，你能整点炼乳吗？到底有什么？没事啊。对，没有意思。对，我一会儿想送他回去，帮帮我。帮你，没问题。嗯，没问题。啊，行。交给我。好。买家。小点声，脑袋睡着了。脑袋，脑袋，会，真沉了。那啥，喝多了是不？嗯。那电视怎么还卡了？不知道谁看的，是不是那啥？是你看的，你喝多了，那咱就回去呗，行吗？上哪呀？什么上哪？回家啊，上哪去？你也回去吧，我送你。行吗？哎呀，那个，我闺蜜肯定是我照顾，我更放心啊。哎、她今儿在我这住，我俩好久没彻夜长眠了。不是，你送的呀？不是，我闺蜜在我这住的。啊。我俩好久没在一起聊天啥的了。行，没啥聊的了。行，好，完全明白了，完全明白了，好好好。你换睡衣啥的吧。嗯，然后把床单收拾一下，帮我。包硬的让硬给叼了。走啊，你俩。我有点，我没有，我喜欢，我有。咋的了你们？我拆快递。啥？叫来干嘛？想见你。不信。真不信假不信的，真不信。那个，就，那个，我，你妈，你吓死我！你走道没有动静啊？我上趟卫生间，啊，我不去了，就，妈，就是。我开灯，我走错了，我家走错了，妈，太吓人了！你怎么，你跑人屋里干啥呀？走错了，我天！啊，我走错了，不好意思啊，不好意思，我真走错了。不是，我懵了，我自己家呢。你啊。